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这里是吗？掏子弹，掏子弹。开手工具也不错。二十个奖励什么呢？让他再次游泳了。说不定我从这边上岸会比较快，走那座桥的话，游泳速度毕竟有点慢。Come on! Try to get up!这边的是几颗星的呢？两颗算了。哦，怎么已经变这么多了？忘记拿钱的是在几楼？我先做个训练，因为我用不出我新点的招式。突然袭击，训练。啊！按住啊！Bravo, bravissimo！ 好啊！三次我没有看到。An excellent show.
OK， 这样我会用了。之后遇到血多的敌人再试试看。收钱咯。Sleep well, sir. I saw Madame Goose and Monsieur Grisier last night. Did you indeed? I wonder. Couldn't say. They were out by the back wall around midnight.Colette's already asking for a new assignment. She's indomitable, that one. 这么勇敢。The Queen's dressmaker, Rose Bertin, agreed to make new costumes for the theatre. But it seems her royal past wasn't enough to spare her the attentions of radicals. Les actes des apôtres vandalized her shop, and now Rose is nowhere to be found. Go to the Marais and see what you can find out. I'm worried about her.没有问题，但这次又是几公尺、哦、还好不会太多。哇，三星区域。又跨去了。在四栋建筑的后面吗？那里也有一个帽徽。哎，有新的资料。桑斯府邸，桑斯府邸坐落于塞纳河畔，与克吕尼酒店并列，是巴黎最后一座中世纪建筑遗迹。西元1475年。这座府邸是为了桑斯大主教所建立，他是一位即使是巴黎大主教都相形失色的大人物。目前这里是由福尼艺术图书馆使用，也因此为这栋建筑中作为军事用途的部分增添了文学的色彩。在左侧炮塔附近的墙上仍嵌有一颗炮弹，借此郑重提醒世人西元1830年暴动时所带来的创伤。我们来谈点轻松的。玛歌皇后就是在这座建筑美丽的哥德式大门前看到她的年轻情人被嫉妒的求婚者割喉的。这真是美妙而梦幻的景象，我相信每个情人节你都会再度碰上这个状况。不会啊，我没有碰过啊。下面的宝箱是几星啊？两星。哎，这边人好多哦。
哟，找到了。J'ai assez d'ennuis pour ne pas en chercher de nouveau. Ah, tu as pas très peur de 子弹. Eh, 等一下，我怎么变成拿剑了？Madame Bertin, I presume. Oh, you must be Charlotte's friend. I came here to recover my work from these scoundrels, but... Well... Say no more. Get yourself to safety. I'll deal with this. Merci. Ross Bordin, 出生在7月2日1747年。罗斯伯丁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时尚部长，这是我擅长的工作。他离开了他的第一间精品店大蒙古，这家店位于圣奥诺雷区。当年他才22岁。我不会说我的法语说的有多好，但把他取名叫做大蒙古有点怪怪的。如果我是他的时尚部长，我想我会劝他改名。我并不在乎蒙古有多大，没有意义。谁会想去大蒙古购物？他很快就开始产生多元化的产品，包括帽子、披风、毛皮大衣、蝴蝶结与面纱。女王很快就被这种设计迷住了。在罗斯伯丁的帮助下，女王开始改造凡尔赛的流行服饰，简化服装，让女性活动更加轻巧。特别是将裙撑骨架去除，这点更是一个人性化的设计。我觉得那时候的衣服很好看。抱歉，我一直说这个，但我就是不觉得有什么大蒙古商店是个好名字。罗斯伯丁的成功很快就为他带来许多远方的客户，包括科布伦茨、布鲁塞尔、伦敦和圣彼得堡。由于他的客户来自这么多国家，也让他得以在革命运动中存活下来。他在恐怖统治期间离开了法国，并于1800年才回去。Il se passe quelque chose là-bas. Allez. Oh. Ah, 我看到宝箱了。Vous êtes un voleur.啊，没有注意到这个是敌人。啊，来不及按药水，可恶！
这次我知道了。啊！有人怀疑我。我下不去，为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哦，不是这样子的吧？下去。他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被引过来。那三只好可怕啊，在外面。哇！躲一下，太可怕了。看他身上有没有办法给我一些补给。
万能的墙角。上面有一只讨厌鬼。在哪里？好像没有办法击中。你的同伴死了，在那边，去那边。这边没有。再来是上面的。全部杀完了。不过就是戏服而已，有需要这么多人看守吗？这里有一只，先宰了它。它是枪兵，身上应该会有一些子弹吧。这边有一只枪兵哎，先吃它这个好了。好，第二套戏服也拿到了。还有犯罪在跑，顺便把你解决掉。他跑好快啊！最后一套戏服了。让我过啊！
找到目标，这次守卫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三颗星解不开。杀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宰了。门身上怎么都不多带一些子弹、啊？我需要子弹，连枪兵都没有带子弹。三颗星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个要怎么吃？好、哦，吃到了。小猫哎、欸。啊，这个1400挺难赚的。还有啊，四星。等一下，我觉得我要制定一下我的角色，我的装备、我的武器被换掉了，换回来。快升级耶！我升级好了。新的地方，废物败酒店。这座巨大的建筑物累积了可观的风格样式，整栋建筑采用不连贯的设计，就是其迷人之处。查理五世挑选这个地点以新建圣波尔府邸，借此远离罗浮宫的喧嚣。在西元1676年，议会顾问加斯帕德·费乌拜委托儒勒·哈杜安·孟萨尔，又是他，我还没看过他，为他的新住处进行设计。费乌拜是迷人而受欢迎的诗人，也是上德拉·枫丹与塞维涅夫人的好友，同时他官拜国务卿，也是玛利亚特雷莎皇后的总务大臣，路易十四的妻子。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取得这座建筑物，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
If he wants to kill Templars, let him kill Templars. I've done him all I can.